腿后撤的话，跟前撤的方法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是说我们的人的话把它翻转过来。就在大腿根部这个位置。有些人他也可以就是往里面翻，也可以这样子往里面翻，也可以这样子翻。OK， 那我们先说一下小腿的绑法。我们更换手柄的时候，我们记得先把电源关掉，然后的话再拧下来。然后把小手柄的这个插上去，这边自己的手柄的话，跟这个小绑带是这样子的。我们这样子放，穿过来。放在小腿的位置，然后拉紧它，这两边拉紧它，贴住就 OK 了。这里拉紧，贴住这里，绑好之后，我们就调节小腿的部位，然后这样开始，就开始键。感觉吗？可以加吗？可以啊。对，小腿的话就是这样子绑。OK， 我们说一下手臂。然后手臂的话，我们是从这里穿过去，然后我们拉紧，拉紧它。拉紧，然后贴住它，然后就在这个位置，刚开始。能量的话，我们在这里加。手臂的话就是这样子绑的啊、哦。